喵，我是蔡想想，我的英文名字是 Cookie， 我是姐姐。我是蔡阿才，是弟弟。喵，阿才，我们的猫奴蔡英文当选总统了。那我们来玩逗猫棒庆祝。喵，想别的啦。好，我想想。想到了，让他抱抱。看猫奴开心的嘞，够了够了，抱太久了，放我下来。哼。你当总统也不能抱那么久啦，我才是主子。喵，阿才，我们要搬家了，打包去。为什么我们又要去流浪了？不是啦，猫奴当总统，我们现在可是第一宠物了，要搬到总统官邸了。好开心啊！新家好玩吗？可以玩躲猫猫吗？叫猫奴想办法喽，喵。那现在第一宠物马小九呢？他要跟他爸妈搬出去了。马小九搬。拜了，第一宠物换我们当。对了，叫猫奴勤快一点，多po一点我们的影片，我们的粉丝很期待呢。